是哪条呢？大的吧。还可以吧，说射哪就射哪个。行了，收工了。真挺大个的。还有不知死的往这边走，射不射？哦 ，pulls， 挺大个的，用我这个方法又省钱又好玩。专门去买一个鱼轮的话是200多块钱，一根箭30-40块，我就用普通的箭就把这个事儿就给办了，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这胡子，看看还有没有不知死的。没了，好像。我在那边看一下，待会儿还得买菜，不想花太多时间。